好，淘寶癌病人又淘咗兩支膽翻嚟啦。呢今次個盒咧細細地，咁啊即係唔係啲好大支嘅膽啦。咁係咩嚟嘅咧？好實下呢啲，即係應該係擺只雞蛋入去掉都唔會爛嗰啲嚟嘅。是一對吞數的 6V6GT 黑玻璃的，就是面倒了一層東西的。其實呢我自己呢就已經用一個 6V6 的前級，上面是插了英國 STC 的葫蘆 6V6， 但是呢又想試下美國的聲音。咦，是同曲的，兩支是同曲，也挺靚仔，$100+一支。這裡呢就是說$300+人仔，我就覺得哎呀真的很划算，兩支膽拿到上手又這麼漂亮。怎麼為之淘寶癌病人呢？就是那樣東西你未用，你未插了上去，你只是享受中間那種期待的過程，還有一開箱上手啊挺漂亮的，這樣其實就已經抵翻曬啦！呼籲有我同一個病徵的病人咧，就早日脱離苦海。你就不要再去周圍咁樣買嘢啦，你淨係上嚟睇我啲片就算數啦。呢位咪咁得意嘅張紙，頭先佢咪揾呢張紙捲住支膽嘅，好似係啲小朋友嗰啲作業、嗰啲功課嗰啲紙嚟喎。哎呀，一定係一個好爸爸啦！呢個唔一定係一個好爸爸，但係一定佢係一個爸爸。然之後佢仲撕咗佢小朋友嗰啲作業嗰啲紙落嚟，非常之咁環保。好啦，我為咗供養你嘅小朋友，我會繼續留意下你有啲咩好嘅膽買啦。